上一些，稍微一点点。雇员那边再稍微低一点，整体往左。可以稍微……好，行了，搞定。现在好了，我们大家又住在一起了，好像大学宿舍一样。南翔，你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离开上海的时候，吓死我了。还好我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还没开。不过话说回来，这倒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到火车站，其实还挺刺激的。顾里，嗯，谢谢你可以原谅我。好了，时代姐妹花永远不分家。衣帽间收的差不多了，我们去客厅吧。走吧。东西都拿拿好。小姐，您的快递。谢谢。不客气。嗯，哎，南香。喂，海。搬来思南公馆。对啊，顾里租的。哦。哎，我来，我来。哦，没关系，这个海景我可以。这个比较重，你来吧。少女之心？什么？哑铃。给。你喜欢的，柠檬味。哇，对我这么好。好吧。嗯，乖了，乖了，乖了。手那么粗糙。怎么都是茧呢？每天上山砍柴啊？打游戏打的，你看啊，这样子。打游戏打的。身为一位作家，满手老茧，却不是因为执笔写字。姐姐，我为你感到羞耻。我们这代人写字呢，早就已经不用笔了，都用电脑。你呢，大姐？现在作家还用算盘吗？你也应该满手老茧才对啊。啊，难怪要做手模了。竹虫光。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人一杯啊。喂，海，各位，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Cheers！ 龚先生，都准备好了。一定要这样吗？对不起。处理的自然一点，不要引起怀疑。公明肯定是疯了。他让我顶替 Kitty 陪他去罗马也就算了，竟然还让我带上南香。带上南香也就算了，我还可以理解，但是竟然还要带上唐宛如。他该不会想在外国对我动手动脚吧？他应该只想对你动手吧。对你动手不用去外国，去外环就行了。真的可以让我去吗？这应该花很多钱吧。你不用操心钱的事，反正是 ME 买单，你怕什么？况且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林香现在是周崇光的正牌女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他的亲戚，是他的弟妹，肥水不落外人田，你懂吗？你这块盐碱地算是熬出头了。天哪，林香，飞上枝头，野鸡都被凤凰了。是麻雀，姐妹们。否认。
不分家。零零零零零零，十人十道，我的天！这衣服也太紧了吧！你别撑爆了，现在是要还的。今天终于开始要工作了，吃喝玩乐这么多天，我真过不去心里那一关。先过了今天秀这一关吧。贵，今天这个设计师我一直都很崇拜，能带我去后台吗？我只希望我有个好朋友跟我不离不弃，同甘共苦，共同进退。什么样啊？我先想办法。哎，说去后台看你美少女模特，我真的觉得很尴尬。唐婉如，我警告你啊，别说后台，今天一进秀场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坐着，否则我喂你安眠药。安眠药还是带着吧，比较保险。再带个麻绳。带做雷锋塔也没有用。I'm Lady Roro。凌霄，你这包也太爷们了吧？你刚才拎个水电箱算了。这包是光明的，我等下要拿给他的，你可不要动。哎哎哎
得到。那 Nail 就是魔高一丈的那个魔，这个和顾里从小一起长大的魔是他的表弟，也是他命中的克星。关于 Nail 这个人，我们几个最有发言权。我觉得他人特别好，他每次都请我们喝咖啡，还请我们吃饭，我经常有小礼物送给我们。什么叫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啊？会不会说话啊你？是没礼貌。那样他会为我们打架猪头，当然和席间有区别。我不想接受采访了，你们自己去问顾里吧。我最喜欢看顾里这个半死。那我们这就是你这单纯的破关系，他来我家。最近我觉得要澄清哎，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是好朋友，那你们这样子借换鞋，我觉得很尴尬，懂吗？因为我那天去，你们还有在录吗？肯定吗 ？Surprise！你在纽约念法律念得好好的，跑来罗马干嘛？我休学一年，打工赚钱呢。你来罗马，你妈知道吗？你来罗马，你妈知道吗？她现在有两个吗？一个见过的，一个没见过的。你说哪个？PME 法人代表的变更已经完成。好，我马上启程去美国。你是我心中的唯一。就让我照顾你一辈子，怎么样？如何？你有没有感觉？没啥感觉。连你都没感觉，那顾里肯定更没感觉啊。顾源，我有啥感觉的话，那顾里应该更没啥感觉了。周崇光，周崇光，周崇光，你在哪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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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调情，值得鼓励。公明怎么突然就回国了？不知道，我来问一下。你好，我是 M 的员工，想跟你问一下，最近一次时间回上海的班机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改签。不好意思，女士，您这航班不能改签。不能。但是公明先生不是就今天早上改了票回上海吗？公明先生原本定的就是今天早上8点从罗马直飞纽约的航班，没有更改过。哦，那我知道了，谢谢。不客气。既然接下来没有工作，那我们就……暗杠一个。说死啊！来来来，快点！
天没去上班了。给我起来，浑身都是酒味，臭死了，起来。几个夜晚，在几次晚餐，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用来写谢信。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做不易。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难看死了。但我被。洗得发亮，然后夏天也结束了。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止转动，它用一种最冷酷理智的方式，让每个生命得以平行前进。ME 公司也搬到了更高的楼层。冥冥之中，仿佛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在对过去告别。时间终究会让人麻木，让人清醒，让人放下过往，或者假装遗忘。其实这样也好。喂，妈。你们是谁？你们先放开他。对，有事情你们找我，我负责。南湘，南湘，你不是已经走了？你回来干什么？当初答应和我一起走的是你，或者要开枪逃走的也是你，你到底想怎样？我不想怎样，也不能怎样。我妈赌了倾家荡产的，我想离开上海，想离开她开始重新生活。可是西辰，你又可以带给我什么？你火车上的行李哪来那么多钱？你敢说吗？你就为这个才逃走的是吗？你妈有钱钱的是吗？我帮你还。不用你管。南湘，我不要你的脏钱。
因为你多干净啊，上次不是靠夜里赚的钱才还完的吗？你想怎么还？赔酒还是赔税啊？你闭嘴！你们放过我妈吧，借我帮她还。好，一个月内。我们买戒指。顾源，你大晚上把我叫来干嘛？还让我神神秘秘的把顾里支开？你又背着他跟别人订婚了？顾里，你愿意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房产证上吗？你愿意把我们两个的银行账户合并成一个吗？山无棱，天地合，也不死存着。Yes, I do. 顾远，你打算什么时候和顾里结婚呢？我也不确定哎，但以顾里的脾气，就连过个生日也要像空气演习一样。嗯，我很怕出了什么差错，他会当场拿出剪刀把我咔嚓掉。对了，下个月公明生日，还是阿蜜的周年庆。像顾里这么喜欢出风头的人，你就把求婚定在当天，一定可以在上海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一场美好传奇。谁啊？你找谁？请问顾里在吗？他不在。你有时候笑吧，我是他弟弟。那么巧，我也是他弟弟。哎，说你到底有几个小弟弟？我反正只有一个亲弟弟。你觉得有可能吗？你看他那张脸，尖嘴猴腮耗子型，一脸尖酸刻薄，肯定是你亲弟弟。该不会之后又出来个姐姐妹妹之类的？我知道了，随着你们顾氏子孙陆续神秘出现，很快就可以集齐七个召唤神龙了。他就这样带着白色套出去了、嗯、他应该会被路人当作连环变态杀人狂吧。这个顾准之前顾里爸爸葬礼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现在出现了，肯定有阴谋，要不上网找个律师事务所查一下。不行，为了不让姐姐受到伤害，我决定去向我自己去跟踪顾准。我看你根本就是想跟踪顾准，所以牺牲你姐吧。别吵了，还是牺牲我吧。一直想牺牲你，这是没成功吧？谁？他在哪？顾里，顾里，顾里。We'll be right back.
么怕我呀？还带一个保镖跟着。先别叫这么亲密，谁知道你是真是假？打什么主意啊？姐，你是不是一直在找父亲隐藏遗产那20%的股份，对吧？在你那儿。而且，你别以为顺谷被 ME 收购后就背靠大树好乘凉。据我所知 ，ME 这棵大树的树干里藏着一个大窟窿。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坚信这棵大树不会倒，要么把这棵大树挖出来，种到我们的庭院里。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觉得你一定是我的亲弟弟。姐，干嘛你那么多时间都在陪他？我也是你弟弟，你们在聊什么？我也要听。你先把中文练练好，因为我怕我说了你也听不懂。小金毛，你会逃港？我也先走。嗯。你来的正好，你不是学法律的吗？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妈，我想调查 Amy 和圣谷的财务状况，你有办法吗？你好，你好，我来给龚先生送衣服的。你的卡，谢谢。龚先生，我帮 Kitty 送东西。
抗议的。我和太爷还在谈判，所以你暂时不要告诉顾里，知道吗？上两个月里拍了五本时尚杂志，哎呀，走红的四处跟开了挂似的。嗯，他中文名呢姓陆，单名一个字烧，够烧吧？好希望把自己的装进这些袋子里，一起拿过去送给他哦。我帮你拿进去。哎，中文商 This is 凌霄 Assistant of Mr. Gong。 哎，死机了，需要帮你重启一下吗？你不觉得他很像童光吗？啊，又忘记吃药了，还是我得赶紧帮你在精神病院预定个床位。金发碧眼啊，柠檬味。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最单纯、最善良的一个。我本来很平凡的，可是自从认识了他以后，我觉得自己的人生都被点亮了。我本来想要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后来我才发现，认识了他，已经透支掉了我这辈子所有的好运气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运气再去陪在他身边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反正你也听不懂中文，对吧？这些话，我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已经太久没有人好好听我讲话了。以前崇光他在的时候，他。
快递，唐文柔去。哟，你也网上买东西啊？你不是买个猪大肠都要去恒隆？林翔，上班一天累不累啊？顾里，你又要干嘛？顾里说，中午我们一起去公明家偷东西。你们瞎说，我顾里需要偷东西吗？吓死我了！我是要去公明家拿一份文件。所以，公明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那不就是偷东西吗？姐，他消化不好，喝这个。你继续说。姐妹们，根据可靠消息指出 ME 现在正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可以趁机受惠甚股，甚至把 ME 一起吃下来。 ME 出了什么问题啊？这个就是我要去调查清楚的，我现在只知道个大概，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是要拿这一份最大的证据。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养你们这么久，是时候送你们上场了。你是送我们上路吧？你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走弯路呢？我已经计划好了，不走弯路，我要直捣黄龙。 So 什么时候 we will 动手？公民生日 ME 周年庆当天。生日会当天，你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公民老家，所有宾客一定都聚集在一楼大厅热闹寒暄，我们就趁机加上四个。而在这之前，唐宛如负责制造混乱，让凌霄有机会可以拿到公民房间的高先生门禁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心点，我来吧，龚先生。别打扰你们吧。没事。到门禁卡之后，上到二楼。这时我们要脱掉礼服，换上我提前藏在二楼储物间里的紧身衣，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穿过二楼地层外线的走廊，然后上到三楼。唐宛如，你需要用干扰器来帮助我们争取七秒钟的时间，让我们急速通过走廊。猥琐，顾里，不行不行，你的药吃了没啊？
不如我在上海精神病院帮你预定个床位好不好？公明要是知道我这样的话，一定会把我笑成土豆泥的。我已经管你吃住了，你还怕什么？哦天哪，阿明，阿明，阿明，大家要拍片呢啊！我们要不要丝袜套头啊？啊，司机啊！这么重要的文件，我这一辈子能不能夺回圣骨，就靠这一次了。好希望有个好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共进退。我加入。他们准备偷文件。尽可能的撤销健康反打系统，调离大部分保安，务必保证他们顺利偷到文件。
在脸上写个贼字好了。而且这个紧身衣一点也不紧啊。我觉得挺紧的，时间紧迫啊，亲，我只来得及上网买啊，亲，吃顿不喝也不要给差评啊，亲。我放哨，随时保持联系。嗯哼。生日，哎，试一下重光生日。
在门口守着，我进去了。是这是鲜花已经准备好了。下面有请 ME 财务总监顾小姐上台致辞。各位晚上好，非常荣幸可以代表 ME 在这里致辞。现在我请在场的各位一起举杯，祝福公明先生生日快乐。举杯好了吗？ Yeah. 最后，我想借着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说一点我私人的事。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个人，他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仿佛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最特别的是，他和我分享了共同一个姓氏，他也姓顾。冥冥中的机缘让我们遇见了。是有求婚吗？让我来向你们隆重的介绍这位顾先生，我的弟弟顾准，认股20%隐藏遗产股份的持有者，也就是说，他现在也是 ME 的一员了。我现在手中有 ME 的把柄，而且是个足够把公家送进监狱的炸弹。你的手，我以前跟你说过，我那个朋友他的手上也有很多的茧，是他打游戏打的。我以前还笑话他是上山砍柴去了，他特别喜欢用他的手捏我的脸。那你想怎么样？收回圣骨。我原本以为你一看到那份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就能马上明白，看来是我高估了你。顾小姐，你做事一向胆大，不过
还得精细一些。你可能没注意到最后一页那个龙飞凤舞的亲笔签名，可是顾里二字啊。这份文件不是公家的财务报表，而是之前顺谷的财务确认书。那你呢？你的手是为什么？你是打游戏打的吗？接下来有请 ME 合作方代表叶传平女士上台致辞。大家好，我代表 ME 所有的合作方祝公明先生生日快乐。今后叶氏集团和 ME 将会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在这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全子雇员将出任 ME 新一任的财务总监。你答应给我的钱呢？宴会结束，我派人送给你。龚先生，请不要介意我今天小小的发挥，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多多合作。妈，刚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让我帮你去调查 ME 的财务状况吗？我现在让你直接当了 ME 的财务总监，你有什么问题自己去调查好了。但你笨，什么都不说，叫我警惕顾里啊。你不知道吗？你的好朋友凌霄早就知道了，他没有告诉你吗？阿波，应该叫你顾总监。你跟我讲话可以不要这么阴阳怪气吗？我也是刚才才知道。你说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重要吗？有区别吗？今天里头当着所有人面被开除的人是我，丢脸的是我。怎么样，顾总监，居高临下的感觉享受够了吗？我可以走了吧？你别接走，把话说清楚。说得够清楚了，很久以前你就说清楚了，你和你妈是一条脐带上拴着的母子，我顾里在你心里算什么？那我算什么？今天晚上我原本向你求婚的，但在你眼里只有你的公司、你的职位、你的遗产，还有你的弟弟，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顾先生不是我。你心中金钱、姐妹、家人，你他妈把他拽个才是我。顾源，你还嫌不够乱是吧？你不知道你无辜，但捅刀子的人是你妈，你还要顾里给你陪笑啊？他笑得不好看还不行？你有毛病吧？闭嘴，林霄！我是忍着不说你，他妈踩的火盆是耍开的是吧？自己最不要脸的人就是你，你俩是不是急着出头啊？你姐妹情深的戏码演够了吗？开心了吗？这里全场只有你知道，我妈把顾里换掉，你干什么不说？把你泼大粪撒狗血，你心虚害怕？你少挑拨离间！你清白，你无辜，你刚才台上怎么不说？你现在拿了个戒指就申请就伟大是吗？得了吧你！你和你妈不是嘴脸伟？再说句话试试看，你们进不得光私生子，还是因为自己顾家人呢、啊？顾源，你这么能这么学顾准，他是顾里的亲弟弟啊！你帮他说话干嘛？他长得好看，你舍不得啊？你少把美国佬给带回来。
到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瞒着你。娘，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事情瞒着你？偏偏你的好姐妹、你的好弟弟，所有人都有事情瞒着你。你要怪全部人吗？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有事情告诉你，他妈的滚回去把事情搞得不好弄的。你们大家冷静一点好不好？这件事大家都没有错。对，大家都没有错，因为错的人是你。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姐，出卖你好姐妹？顾主，你说什么？你别听了你。顾里凌霄，你们都被他给骗了。他早就把我们所有的计划告诉公明了。为什么？因为公明给了他钱。你别说了，顾准，你不了解南湘。南湘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们。他说的对，我就是为了钱。南湘，南湘，南湘！顾里，滚开！Thank you.
调查的公司发展代表死亡或者身份讲坛所涉及的法律灰色地带。本来想委托再给你，不过你应该不想让我回你家了吧。娘，姐，你挂药吗？不管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不要联系我了吧，我不值得你爱，而且我不爱你，爱你的是婉如。你的酬劳拿着吧，被人追债的日子可没那么好过。我不要了。家庭。
对于我父亲的任何要求，我和公民从来都只有听命，不敢违抗。是啊，我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天差地别的，可是周崇光，我想要理解你，可是你从来没给我机会让我了解你，你用一个葬礼就把我踢开了，像踢开一个垃圾桶一样。你选择了你的家庭，你的亲人，你选择了死，可你都没有选择我。你选择一个新的身份吧，还有意义吗？彻底把我与世隔绝好了。让一个人消失的最好办法，是让他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我要做 M1 的模特。你还是想要再见他，待在他身边，是吗？可是你已经不是周崇光了。重要，你说我自私，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那是因为你什么都有啊，你就算没有这些也没关系。那我不一样，我丢了饭碗，谁管我？我管你啊！我从小到大管你管到现在，我管你管的还不够吗？那你能管我一辈子吗？我可以。我不可以。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你的，所有的都要顺着你的意啊！你问问你自己，
你管我们到底是为了我们好，还是为了享受我们所有人都围着你的那种高贵感、那种虚荣心啊？你根本就是把我、把唐宛如都当成你养的狗。我呀，狗狗还会冲着我摇尾巴，不是像你现在这样龇牙咧嘴、反咬肯喂它的那只手。在你眼里我就是一条狗，甚至我的价值还比不上一条狗。你什么价值？你什么价值？你的价值就是一辈子当个乖乖听话的小助理，你的价值就是被人利用来算计我，你的价值就是被人骗了感情一脚踢开之后还不是只会哭着来求我。在你眼里只有钱有价值，友情算个屁。你别跟我讲友情，你现在这么歇斯底里是在跟我讲友情吗？不是，林雄，你是我的狗男人。另外你还是个11岁大的小女孩，一个男人比天大，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你就活该被男人折磨，被男人摔，被奸细酸味重重的我摔。闭嘴，你闭嘴。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all time?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all time?For the sake of all
的人是谁。唐婉如已经为了你受这么重的伤，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那是放高利贷的人，我妈赌博欠了好多钱，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你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答应替公民办事？他从罗马开始就派人跟踪我们了，便一次偷拍到那些人来找我讨债，他说只需要报告你的动向就会给我钱。顾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还把我当你的好姐妹吗？你要用钱你跟我要。你已经为我们做太多了，别担心，我会马上搬走，不会牵连你们的。那这样，你的债我帮你还，这只是贷款，只是不少你利息。顾里，好几次都想告诉你，这棺材怎么这么轻啊？你确定？我还是不太相信。他才到美国没多久，立刻就传出去世的消息，就算是癌症复发，也不可能这么快吧？所以你觉得有人在利用崇光的死掩盖什么事情？我觉得周崇光根本没死。有什么事吗？我有朋友在这儿。你好，周崇光。为什么要让周崇光假死？你们究竟想要掩盖什么？顾先生，我帮 Kitty 送东西。也是在那天，公民威胁我不能告诉你陆烧的身份。圣谷已经被 ME 收购，一旦 ME 出了问题，圣谷也逃不了关系。这件事查下去，对 ME 还是对你都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周崇光死最痛苦的人是凌霄，你妈当他是无关紧要的人，那是你们的事，我不能骗他。你现在就算告诉凌霄，也只是让他再痛苦一次而已。对不起。他第一次跟我说对不起。林霄，对不起。我错了。见好就收，差不多得了。不是。我认识你，你走开。宛如，我是凌霄。走开，我不认识你。宛如，你怎么了？你看着我，我是凌霄，我是凌霄。我知道。人们都说那是上海十年难遇的大雪，但是大雪总会融化，春天总会到来。大雪洗过的蓝天，比从前更加好看。
As if it's first time that we kiss again. 但毕竟是我顶替了你的职位，你生气是应该的。为了弥补我对你的伤害，我有份礼物要送给你，一定让你惊喜。Surprise! I can't wait.